我加入了，你们看着办。谢谢豆角焖面的夏日冰饮，哎呀！谢谢粉色麻袋装小猫的高级灯牌，哎呀！谢谢绿家的小朋友送的告白火气球，哎呀！元素贼，谢谢白小高天送的高级灯牌，哎呀！这是版本答案的法强 OTK，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跟这个德比，所以放弃挣扎吧。啊，为什么呀？你说啥了？谢谢 Cosmos 的快乐奶茶。哎呀，为啥呀？你干啥了？哎呀，没个跳费嘛，不是我动的手啊，首先。是啊，你干啥了？我们很好奇。你是几天？十天吗？哦，那三天是吗？那还好啊，我之前看好像有人十天的。谢谢黑蛋二蛋他爹送的高级灯牌，哎呀，24小时，那个我觉得对你还算比较客气啊。让我想想，下回合我打多少啊？没有一个什么横扫让我清场，主要是。现在吗？五六费就斩了。如果是两个法强加三个法强的话，五。我能打30，那应该死了。德鲁伊减少很少，嗯，你看这号牌，你现在把你扔住了。哎呦，拜拜！德鲁伊需要劫场吗？看懂了吗？你跟这个牌，我立个 flag 一定会削，所以你要玩的赶紧加入，不要等一下你想玩了被削了。大概多少成？这个什么鬼的牌哦？谢谢抹茶新兵类的高级灯牌。6000左右吧，这是一张城，你要带那个法师游客，法师游客是多少城啊？1600加这个1600，还有没有城卡？没了呀，就两张城卡好像，那其他的紫卡，这是两张紫卡，差不多吧，6000、7000，差不多，这么说没毛病。谢谢波波的高级灯。哎呀，奇利亚斯要带，奇利亚斯都要带的吧？然后没了，就三张橙啊。奇利亚斯，我见过有不带奇利亚斯版本的，我觉得还是带奇利亚斯的会更好一点。怎么全是这个盗贼？厉害呀！这个盗贼简单，强度在。厉害，时间紧迫，能让我抽一个门吗？
有多一个法强就好了，现在少一个法强。问题出在盗贼有回首，你看萨满也有元素强吗？法师也有元素强吗？你想想看对不对？萨满也能带啊，法师也能带啊，没啥用啊。你说我这里再跳个费，我觉得好像也没啥必要了，出这个压制力可能更强。不，我觉得那个牌真的没什么问题啊，有一说一，每回合用元素然后攒伤害，我觉得这种牌属于正常质量。不正常的是盗贼四张回首啊，问题的根本还是出在他有回首啊。盗贼就任何一张超模的牌给盗贼都厉害，因为他有回首啊。我想想看，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十四加一个横扫是五十九，十九加三二十二，那是刚好死。我加入了，你们看着办。我骑手可不可以留啊？暂时来说算了吧。那肯定要砍的，这个德鲁伊也要砍的。不，主要它不是一费啊，它是零费啊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它是零费啊。我想想看，如果把那张三三四砍掉，会好一点吗？就如果把减费砍掉，也没有用。德鲁伊的费用高了，不管你减多少费，只要减到是零费就可以。所以那个减费砍了好像也不太行哦。骑手法师为什么不留？没有人会留啊。这个牌不靠游客也行呀，问题是这个牌必须要带游客才能带法师的牌啊，我扒不到抄不到游客。那个牌其实很卡，不一定有节奏能打出去的，朋友。我觉得这个牌要开，这个牌给别的职业很弱，给德鲁伊好强。过牌，我现在费用还是太低了，就是说出来你们可能觉得在开玩笑，它真的太慢了。谢谢蹭蹭蹭蹭的高级灯牌。哎呀，我需要减费。宇宙木还能玩吗？现在任何的宇宙都是弟弟。他要拿这个七吗？难道叠石无甲？哦，哦，这个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他如果打一个法强，你再给他贴一个法强，这个好像是不能叠加的。我好像之前试过，我觉得好像是不能叠加的。宇宙战也靠奇利亚斯补水，八七七，战士的根本还是靠那个复活。如果有个减费的话，还能打法，就打这个是肯定斩了。没有减费的话，能打四十。
哼，他有龙，我不能接受，我没龙。哼。龙来了。驻足欣赏，品味花香。针对这个德鲁伊啊，你带个索菲不就针对了吗？试试索菲啊，多简单，任何法术体系德鲁伊，索菲不就解决了吗？看能不能给他加上。对面也是这个德鲁伊，有两种构筑，有些带这个，就是扛快攻稍微好一点。对面应该也是这个同样套路的。最恐怖的是，现在德鲁伊都不带634了。你看，跟你说他也是这个套路，因为觉得634没用，夸张吗？对，这个德鲁伊没有节奏打634，七倍。加油，够！两个法强不够。保持警惕，危险！奋力攀登才能看到美景。上回合不打33，打来干嘛？打33的点是干嘛？跳费吗？这留着当一个龙种啊，万一我还有个法力复原龙什么的呀？啊，打来干嘛？两个法强的话，横扫是6，六。您现在到底中中吗？还搁那跟法力复原什么鬼？这个牌不变减一费，那么他减过费以后是一费。我觉得那张牌一费那个法术会砍的。如果到两费，他减完费是一费，如果是十费来说的话，花掉三费，极限打七张都不一定打得了七张，因为还要法强这种东西。三杯改两杯。那德鲁伊来说其实是砍了，但意义不大，因为这个能找，找了还是零费，然后德鲁伊有门可以复制。我觉得三杯砍两杯可能是法师玩不了了，德鲁伊无所谓，感觉加到两费可能合理一点吧，也不好说啊。这个当心本次的大雨入住了，有点烂，谢谢。是哪块小包子送出的足球宝贝？哎呀，谢谢。其实我是送的快乐奶茶。哎呀，那你自己起的名字，不是我骂你啊。谢谢米子家的小朋友送出的甜蜜小熊喵。哎呀，怎么有人起这个名字？这，那你自己起的名字，不要怪我啊。
天哪，这什么鬼的牌啊？发生了啥？没有别的元素体系啊，不会真的有人以为元素萨能玩吧？你去试试看就可以了，真的没有啊。谢谢蜜家的小朋友送的月光女神。哎呀，门，谢谢。待会继续找，他是要开始打我伤害了吗？不，这套 OTK 的法师其实也蛮克这个德鲁伊的。完蛋了，弱者的气息了。有一个故事，下回合这个加这个启动，然后这个里面找两张这个，这样的话一个法强就有三，如果找两张复制的话是九，三九二十七，还有费用可以打这个嘛，三，五，六，七八九，刚好找到一个这个就斩了 ，OK。计划通，我宣布啊，对面已经是个尸体了啊！谢谢小猫，你可以吃汉堡送出的甜酷耳机。哎呀，对，下回合门还能用，那伤害更高。顶不住了，没了。哎呦，你这点伤害跟我打，看计划通哈。